肉饭。今天早上，我们11点就被赶出了 hotel。有被赶呢？有，他打电话来催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11点准准 check out， check out 了之后呢，因为我们呢车 parking 在比较远的 car park 啦，因为附近的 car park 呢没有上限，我们 park 的 car park 呢上限是180块一天啦，然后刚才 car park 就还了440块台币，那 car park离车很远嘛，我就租脚车了 7-11 买一张悠悠卡，然后申请注册，注册了之后就能够用那个卡 scan 下来租车。午餐吃饱了，我们就要南下了。这个是台湾给他的礼物啦，小小的蚊子，超级无敌呀。其实来到这边第4天哦，在这边驾车的确是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以后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来，我觉得我一定要骑脚车了，骑脚车骑摩托。我终于到这个坑丁了，开了差不多300公里哦。看山很大，近看山很小，我们可以看山小。我到山高哥啊，我们那个电源表想看山高细的。有人需要打咩？没有啊。头头，我们开车开过来，路上都没有看到车，我们就以为翻车了，没有美好看。Oh. 现在终于看到了啦，这边这一带呢是很多人，你想？海角7号也是在这边附近。有一个 catalog 在这边啊，我们慢慢看的下。海角七号 Valen 不懂是什么啊？我也不懂啊。你也不懂，终于来到南部了哎。这啊，我们在垦丁哎。晚上这边超多人呢，我们还以为这边没有人翻车了。我觉得去这么多夜市，今天这边最多人呢，多人，多很多人。但是开 cluster 这边好像比较少啦。对啊，哇，我们的维人玩这个拉港，这么多人看维人呢。哇，这是我朋友哎，喂，100秒就有娃娃一只，维人加油，维人，不要放，才20秒罢了。什么才20秒？43。坐下。这个啊，可以啊。哇，本来。鱼子在旁边，我故意叫别人玩，别人不要。我这边有一个朋友，之前是开 Volkswagen 小小两个 van 的啦，现在他开了一辆 High Spec 版的 High S， 很勇悍。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啊，我们都不懂哪里好玩，所以谢谢你了。喂，200多万台币，大梁全新的，比 Wildfire 还要大，哇，级别大哦。Let's go， 拜。也是有冷气出风口，3个冷气出风口在后面，然后后面也是这种 pilot seat。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。卖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要卖车就要选择 Carsan。在 Carsan 卖车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有专业验车，免除文件处理的烦恼，高额报价，快速支付，要卖车，卡上家啦！卡上目前在全马各地拥有49家汽车检验中心，而沙拉叶就有4间，分别在古晋、狮屋、平都路和梅里，沙巴也有3间。想要卖车的沙拉叶朋友，卡上家啦！阿福比较贵，还是这一个车比较贵呢？阿发比较贵，阿发的配备比较好啊，所以这个是没有天窗的，没有天窗。不过我觉得天窗是给料的啦。恒春这边看那个海角七号那个翻译成的屋子啦，电影里面的场景。这是台湾的绿
豆蒜，来冰摇出。他们讲台湾一个防卫的一个地方来的，可是给我们这种马来西亚喇喇车手呢，哇，这里叫救一声。你这边的时候，你就要踩着气啊，一到那里刚好就收油，救一声。所以后面就是城堡西门啊，不是丁啊，鸡白汤，鸡白汤好喝。漂亮，风景漂亮。这里就是风吹沙，哎呦呦，小心小心。这边很高，可以跳伞那些，然后这边可以霸几辆车罢了啦。这边就多给就溜辆车啊。我的 view 在这边就现在我们来到台湾最南点，给我们带你们参观一下。西面做出来的，这边是应该不能够走下去的吧？哦，你看这边全部都是那种，所以说不能走石头啊。你那个标志是自己换过的吗？他本来是Toyota的，我把它换过的，日本的那个。那边有三个风车，因为现在还够电，所以他们就锁住，不用开。然后另外很靠近的那里有两粒蓝帕。那个是那个什么 nuclear power plant， 这边有两个灯塔，就是 red alert 那种，还有电呢。如果看到敌人的船过来，不是还会炸？所以为什么会有 nuclear 在这边就是这样子？电塔它需要很多电呐。这个哦是 nuclear 排出来的水哦， nuclear 排出来的水都这么干净，他们要用海水啊去冷却那个 nuclear plant 呐。如果没有冷却嘞，就不好啦。在这边就有这种奇景。这边有一个小沙滩，浮潜。他们的海边哦，都是很多这种这种他们讲水死掉的珊瑚。这就是他们的纪念品了。对啊，很贵的。是啊，很贵哦。肚子饿了，好期待啊！肚子放边先，现在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眼睛要喂饱。OK， 南湾这边是比较多人的地方了，这边也是有很多水上活动。哇，变得很开心耶！现在。很多 high spec、low spec、阿夏 E spec 都有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没有玩到那些水上活动啊，只是纯粹来这边走走看看，享受一下这边的气氛。不过也是要非常感谢陈永涵，他带我们来这边走走看看，然后也带我们去了蛮多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不去的地方了。如果没有他带呢，可能我们就是去几个地方罢了。满意了，满意一下。要用六个月时间来把我们的腹肌练好，我们脱衣服下去。可以啦，我就不用了啦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就不能够乱来了。哇，这个巴士这样子改才对吗？我们的巴士就这样子。RGB is the best。卤肉饭，又是卤肉饭。每人来台湾的一定要吃卤肉饭。这碗是两碗，两碗。这间 hotel OK。我终于睡到床了喂，这个还叫床好不好？他到底躺下去屁都出。厕所很干净，有吹风筒，蛮大的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开个方便。哇的，外面可以看进来吗？这边
大自然的风，喜欢，我喜欢这样的风格。我现在又随便走来这一个夜市这一边，刚才哦，我在这边跑那个山路，哇，实在是爽哎！果然芋头说的没错，来到这边呢会玩，因为山路实在是太好玩了。是说后面嘉莹还有前面的 Valen 他们要突围了啊，还有那个 Lexus 太大辆了，哎，可惜可惜。深夜卤肉饭，好吃耶！在日月潭这边住了一个晚上罢了。其实我们在这边呢就没有租脚车出去跑啦，有一个人行道做出来就是给他们骑脚车的，有一条路可以给脚车骑啦，就是大概6公里这样子，超漂亮。 Baron 很会拍照。对啊，啊，请他来就是帮我们拍照罢了。我们只是在这边过一个晚上，然后等下要去拜访一下朋友啊。你看我衣服啦哈。不过昨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日月潭这边走了山路，绕一圈那个湖，哇，那个山路实在是好跑哦，路也非常的美，弯也非常的多。但是呢，身边的朋友跟我老婆呢，在坐在车里面，他们就很不舒服了啊。跑山路也跑得蛮尽兴一下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要开车去南投，我们现在是去南投哈、哦。这是南投吗？我们要去南投吗？我不知道，这边是南投的。OK， 好。这个中间有人养鱼耶。